千幾萬人口裏面流動的户口佔了800多萬，這些800多萬的外來人口主要的職業就是桑拿，就是揼骨揼腳，就是酒樓，就是卡拉 OK， 各位。所以個經濟是失衡的，現在告訴大家，工廠就搬了大陸，香港是沒有工廠的，靠服務業，是吧？你行李敦道由太子坐巴士一路經過條利敦道行到尖沙咀，你細心啲數下最多咩鋪頭呢？金寶、周大福、周生生、六福全部都大財團，化妝品公司唔係莎莎就卓越，係嘛？電器鋪就百老匯啊，有方澤。你普通人，你話我喺利敦道或者旺角租個鋪位做生意50萬租，你租唔租曬你啊？租唔起，租唔起就大財團租曬呢啲鋪，佢又上市公司。好啦，佢交咁貴鋪租，佢一定係唔加你人工，唔會加你人工，你嘅收入冇得提高，你就消費能力低，個經濟點解要又差？所以你話啊，唔好同我講政治，用文化事，一唔好講國務事，文化事最緊要發